结果呢，我把它拔掉，重新再插上去以后，现在变 online 了，啊，那 online 就可以跑了哦，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个放上去跑。那至于刚刚为什么是 offline，我也不知道，那可能跟人品有关吧，好，或许，好，那我现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一个 intern test 的程式哦。那这个程式我有设计，可以开浏览器，可以开 email，可以开电话，开相机，开 Google Map，然后开影像资料夹，开联络人，还有开网络软体商店，所以你可以试试看每一个按下去，应该都可以跑到正确的地方。在手机上面应该这个程式不会错，但是在模拟器上面，可能有些功能没有办法正确执行啊。比如说你要开相机，模拟器没有相机哦，就没办法。那所以各位，请你试试看，你的程式有没有办法正确放到你的手机上面跑啊？那这个动作一定要做，否则你写了半天只能在模拟器上面跑的程式是没有意义的啊。